夏季潮湿温热的天候容易滋生蚊虫，而这些蚊虫身上更可能携带许多恐怖的病菌，不可小觑。据专家指出，去年一种名为食肉菌 （flesh eating bacteria） 的病毒便肆虐了澳洲，更快速扩散，危害上万人性命。食肉菌又称为嗜肉菌，它并不是单一种细菌，而是泛指会引起坏死性筋膜炎的一些混合病菌。这些细菌会透过伤口入侵皮下组织，破坏脂肪和筋膜，造成皮肤严重坏死。食肉菌有强大的繁殖能力，能迅速产生大量毒素，侵蚀身体的其他组织，造成有如僵尸啮咬后的恶心伤口。如果不及时清除，这类病毒就会从身体内部把患者吃掉，严重者可能终身残疾或是死亡。为了避免僵尸蚊的叮咬，外科医生 Christina Stephan 建议，在花园或灌木丛时，应事先喷洒防蚊液或驱虫剂，并尽可能穿上长袖长裤等防护衣物，避免被蚊虫咬伤，并且在完工后以肥皂清洁身体。食肉菌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可以从小伤口入侵人体，所以在探访野外时一定要小心，而有计划到澳洲的人也必须特别注意。